乐事洋芋片298块，小猪品牌的零食也是298块，茶包都有很多种特殊的口味，我们来看到这种姜茶包549块，六个装的番茄898块，生菜盒一盒359块，哇，这个有4种叶菜类组合在一起的吧，要595块，高露洁一条459块，欧洲就最多香肠火腿，但是冰岛的价格不便宜，有各种不同种类，这个是879块，这个是495块，已经吃过的小猪品牌香肠598块，在路上看到很多羊，这一小块0.2公斤，那它是每公斤是2798，那这一块就差不多是550元左右了。好多腌好的，很大块，看起来有点咸。这样子的包装，每公斤6598元。那这一块呢，大概是0.4多公斤，所以就差不多接近3000块喽。胡萝卜豆子罐头149，罐头259块，有大瓶的498块。Heinz 的 tomato ketchup 298块。Sparkling water 就是 gas 的水，有点类似蛋沙拉吧，不过它有非常非常多种料加到里面去。我吃过了几次都觉得很好吃，像这个意大利式的沙拉里面就有一些蔬菜豆子啊胡萝卜什么的，还蛮好吃的。面包黄椒青椒2个446块，这一瓶好像是白啤酒，202块，苹果汽车498块，蛋709块，没有，我这个要拿个地方，总共8095块。从埃伊尔斯塔季的小猪超市离开，我们继续往代提瀑布的方向前进。那在路边吃野餐了，但是外面好冷，还是在车上好了。Cheddar cheese 香蕉，还有我们很喜欢的，这种沙拉，已经有各式各样的口味，已经吃了好几盒，第三盒了吧？第一盒是意大利的，第二盒是鲑鱼，这一盒好像是虾沙拉，等一下来吃吃看。那还有小猪超市超级多的这个面包，看起来软软软的，也很好吃。那前面就是瀑布，很多人停在这边。虾沙拉好大块虾子哦。这种沙拉就是配面包就很好吃，我都随便乱夹，吐司啊、可颂啊，这种夹香肠的面包。瀑布看腻了，就不爬上去了。
可以养白羊。
是距离代替瀑布大概30分钟车程的旅馆。旅馆的名称就叫做代替瀑布 Guest House。 房间算是非常的大的，有一个好大的桌面。周围都是一片旷野，所以要自己买食物过来烹煮，厨房也设备非常的完全。厨房还蛮有趣的，还请我们吃西班牙火腿。